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麦克风好。报告宴会，出席委员56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报告宴会，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13日上午9:02至11:54，下午1:50至23:00，20:32至59:00，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曾委员明忠等112人，请假委员姚委员文字，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林权等41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昌。报告事项：第一，按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1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经确定。第二案决定有关总统前之提名谢文定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为院长；林锦芳为大法官，并为副院长，无庸处理。第三案至第32案、第34案、第49案、第53案至第82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第33案、第51案均决定同意撤回。第50案决定定期举行会议，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处处长、行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施政计划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经过并被质询。第52案决定定期举行会议，邀请审计长列席报告审核经过并被质询。第83案决定依105年7月12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处理。第84案决定照案通过。第85案至89案为本院议事处所提之报告案。第90案本院院长报告。之一，本院组织法第14条之规定，遴选高明秋先生担任本院副秘书长。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191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169件。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4案、第7案至第11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第5案、第6案均暂不予处理。其他事项：105年8月29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共2项，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陈英杰等17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至4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讯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未通过，下案。第3案，本院委员陈英杰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增订第40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呈讯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4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洗钱防治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5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23人拟具《教育基本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6案，本院委员徐永明等17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9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7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幼儿园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由议。无异通过，下案。第8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考试院组织法》第3条、第4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
会议通过，下案。第九案，考试院函请审议《公务人员升迁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十一案，教育部函送国家运动训练中心106年度预算书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十二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财团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基金会等十家财团法人106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十三案，司法院函送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106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十四案，科技部函送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及财团法人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106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十五案，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6年度预算书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十六案，科技部函送台湾科技部与捷克科学院科学合作协定及台湾科技部与捷克科学院科学合作协定之2017至2018议定书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十七案，科技部函送财团法人光电科技工业协进会最近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十八案，科技部函送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104年度绩效评鉴分析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十九案，内政部函送中华民国与斯瓦季兰王国警政合作协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二十案，内政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巴拿马共和国政府间有关移民事务与防治人口贩运合作协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二十一案，内政部函送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计划、开放地政跨域服务整合计划等七项重要公共工程建设及重大施政计划之选择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与裁员筹措及资金运用说明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二十二案，内政部函送财团法人消防发展基金会106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二十三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图瓦鲁国政府间渔业合作协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二十四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本院制定远洋渔业条例时通过二项附带决议减送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照修正通过，下案。第二十五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气候变迁下大规模崩塌防减灾计划第一期等三项新兴重大施政计划备选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二十六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停车转乘设施及都会区交通转运节点管理之标准汇编初步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院会有意。
无异通过，下案。第27案，交通部函送政府各部门投资或经营之其他事业及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最近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28案，交通部函送交通部函所属转投资具经营主导权事业相关资料汇准表及交通部的实质掌控营业单位及公社财团法人转投资具经营主导权事业经营绩效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29案，交通部函为采用国际海事组织 IMO 所属海事安全委员会所采纳 MSC.33891、MSC.34491、MSC.38094 国际海上人民安全公约修正案之决议案，修正货船安全证书、货船安全设备证书及中华民国国际航线客船安全证书，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0案，交通部函送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建设计划，国道二号大园交流道至台十五线新辟高速公路工程建设计划，时空资讯云落实智慧国土计划，台东市富冈港交通船码头改善工程计划及推动蓝色经济东港客运码头改善工程计划备选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与相关财源筹措及资金运用说明等资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1案，教育部函送该部主管财团法人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吴建雄学术基金会及国民教育测验与评量中心教育基金会103至105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异照修正通过，下案。第32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课程选议会组成及运作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第33案，教育部函送该部学产基金投资华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4案，行政院函为105年4月27日修正公布之《殡葬管理条例》第8条条文，定自105年4月29日施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5案，行政院函为105年7月27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第17条之4条文，定自105年8月1日施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6案，行政院函为全序部105年度预算公务人员退休抚恤给付科目经费不敷之用，动之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5亿7050万3000元之应，仅送第二预备金动之数额机关别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7案，行政院函送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及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编组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财政三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内政财政三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8案，行政院函为本院各党团于第9届第一会期第21次会议发表之共同声明，简送外交部会商相关机关研处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异通过，下案。第39案，财政部函为修正中央统筹分配税款分配办法第10条及第17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院会有意，
无异通过。下第四十案，财政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投资或经营之其他事业105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财政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四十一案，经济部财政部函送中小企业员工加薪薪资费用加权减除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四十二案，经济部财政部函送中小企业增雇员工薪资费用加权减除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四十三案，经济部函送工业管线灾害前事资料公开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四十四案，经济部函送驻越南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与驻台北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跨境原产地证明书交换合作计划了解备忘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四十五案，米经济部函送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美国在台协会签署之台美净煤及先进发电系统技术合作协定第一号执行协议修正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四十六案，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圣文森国政府间资讯通信技术合作协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七案，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间执行洪都拉斯风势加湾相往养殖计划了解备忘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四十八案，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巴拿马共和国政府间技术合作协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四十九案，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济兰王国政府孕产妇及婴儿保健功能提升计划协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五十案，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间运用遥测及地理资讯系统合作了解备忘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一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与澳洲办事处之乳制品进口监测豁免了解备忘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第五十二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财团法人清算医学基金会、毒药物防治发展基金会、正德林医学发展基金会、微创医学基金会、中华民国寄生虫防治会及国光慈善事业基金会106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运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第五十三案，中央研究院函为修正《中央研究院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第四条、第六条及第七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五十四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该会转投资事业105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于后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五十五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荣民医疗作业基金106年度重大计划、台北荣民总医院新建医疗大楼计划及台北荣民总医院新建粒子癌症治疗中心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六案，行政院主计总处函送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优先顺序排列总表及各主管机关概算计划优先顺序排列表，呈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七案，文化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音乐文化教育基金会及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关怀演艺人员基金会106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八案，闽侨委员会函送105年第二季公款补助团体私人情形机报表，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五十九案，密中央银行函送该行投资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绩效概况表及财经资讯104年年报，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两岸协议协商进度报告，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一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该会主管财团法人106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综合规划发展冻结10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执行安排报告，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三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经济发展业务冻结20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执行安排报告，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四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土地规划管理利用业务冻结5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执行安排报告，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五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公共建设业务冻结20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执行安排报告，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六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原住民教育推转冻结20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执行安排报告，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七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105年度预算决议，针对固定资产投资之机械及设备、建置户外转播 EFP 设备冻结7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执行安排报告，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八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动植物防疫检疫局针对家禽处人道扑杀作业之精进作为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六十九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农业科技研究发展向下农业环境科技研发专案报告，请列入议程，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下案。第七十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有关完全食品安全跨部会资讯整合系统之说明，呈讯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
请问会由议无议通过，下案。第七巡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针对重点科别研谋可行之促进留任条件及策略，并明定重大溢流式人力科别之留任率目标之说明，常讯委会意见，拟行后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问会由议无议通过。第七，第四七十一吗？七十二，好，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七十一嘛，啊，好，七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七十二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103年2月修正之普通高级中学国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简送依公开透明、由下而上、专业治理及广泛社会参与等原则，修正该纲要严拟与审议程序之专案报告，常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七十三案，教育部函送大学校院系所增设调整与产业人才供需失衡及学用落差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七十四案，教育部函送公费留学考试制度新格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七十五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学产基金土地处理目标与图资系统建立书面专案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七十六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与台北市政府合作文化观光资源规划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七十七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关于人流管理及落实智慧建筑与智慧城市之策略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七十八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办理中南部地区艺文与产业交流座谈会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七十九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甘愿与地方政府合作规划北部院区周边发展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常讯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八十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大故宫计划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八十一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该院废污水管理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八十二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为该署105年度单位预算、海洋巡防业务、海洋巡防总局单位预算、海岸巡防业务、海岸巡防总局及所属单位预算等五案，均继续冻结30%，应提出报告时的冻结案，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会处理。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第八十三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为该署105年度海岸及海域巡防业务项下企划管理作业继续冻结45万5千元，并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应提出报告时的动支案，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会处理。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下案。
第八十四案，客家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传播行销推展冻结委办费10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可动执行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内政委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5案，文化部函送财团法人中央通讯社104年度决算书刊物表，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报院会第86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225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第86案及87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交通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播送办法草案等案，经审查决议不予审议。第88案至217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有关105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已处理完竣，均同意动之。第218案及219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及处理102至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案等案，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提报院会存查。第220案及221案为本院内政外交及国防交通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中华民国内政部与诺鲁共和国司法及国境管理部间有关移民事务与防治人口贩运合作协定等案，应已届满转延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222案至225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交通财政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质询刑事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226案至254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罗委员质证，陈委员营、蒋委员万恩、蒋委员乃兴、简委员东明、赖委员世宝、尤委员美女、古纳斯尤达卡委员、陈委员欧博、卢委员秀燕、高露以用委员、江委员启程、李委员燕秀、林委员德福、余委员宛如、张委员立胜、谢委员一方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本院委员执行部分，本院徐委员淑华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31件。宣读完毕。现在我们来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9月14日星期三中午12时，地点议场3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9月26日星期一加开院会，于9月23日星期五、9月27日星期二视为一次院会；9月26日星期一及9月27日星期二上午，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5人，国民党党团推派11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2人进行。质询顺序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二、9月27日星期二下午，邀请审计部审计长列席报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咨询。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4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咨询顺序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三、上述2案询答完毕后，即交审查，各党团同意不提出复议。咨询委员名单请于9月22日星期四下午5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四、请财政委员会于9月22日星期四前召开会议，通过总预算案审查日程及分配表，并即送议事处，必提9月23日星期五院会报告。主持人苏嘉全、蔡菊昌，协商代表柯建明、吴炳瑞、刘世芳、李红军、徐永明、江启臣、廖国栋、王玉敏。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无异议，我们就通过。105年9月14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一、9月26日星期一加开院会，以9月23日
星期五，9月27日星期二视为一次院会，9月26日星期一及9月27日星期二上午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长列席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5人，国民党党团推派11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2人进行。质询顺序一律授权议事处办理。二，9月27日星期二下午邀请审计部审计长列席报告104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等案，审核经过并被质询。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4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质询顺序一律